那跟男孩子这样训练会不会跑会不会比较吃力？不会，如果你平常有多做训练的话是可以应付得来的。嗯，那你那个每天的那个 自我要求大概还有另外多加什么训练？可能有时候会做个浮力挺身、仰卧起坐或者是跑步。嗯，以这三项为主。嗯，那那个因为这个是蛮阳刚的环境嘛，你会不会觉得说会有压力或者怎么样这样子？嘿，其实不会，因为国军其实不分男女，都是一个很可以欢迎加入的职业。嗯，那你那个会觉得说我们女性也是可以肩负保家卫国的责任吗？可以，嗯，非常欢迎各位女性同胞来加入国军的行列。嗯。